好，今天为各位在顶楼小花园介绍这支杜拜精神的 ABRAJ， 对，我不知道怎么念 ，Abraj， 不会念，开始，大大好，那这是杜拜精神里面一支中东感比较不那么强的，嗯，那相对来讲就更讨喜了，嗯，对，那前调是非常清新的柑橘，嗯，柑橘调，那到了中调之后就是非常好闻的木质调雪松的奶甜，嗯哼，对，那相信它慢慢还会有更多的变化，只是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，对，对，推荐给大家，林心迪，嗯，我觉得这支非常的石川，相对它其他支来讲，然后它的味道呢，女生也非常能接受，我觉得大家喷在男生身上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闻的味道，而且不管是你上班或是休闲都可以穿的一支，嗯，然后味道也蛮独特的，是。好，我补充一下，这一支一开始我闻到的是银色山泉或爱尔兰气息的味道，爱尔兰之心的味道。那开头我也闻到了香奈儿 blue， 还有这个旷野之心的这种调性哦。哇，我很怕这一支会不会就这样下去了，那我们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这一支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它为什么要有这个价值的原因，在于它后面的变化立刻就出现了。那我非常喜欢现在有一个奶感甜感的这个清透的木质香，嗯，很像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斯文的男生，他可以给人家呈现这个温柔跟包覆力包容力的这种心这个个性，嗯，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帮我们介绍这一支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